妈，这场老子有机会了，好不好？哇！太好了！哎呦！他妈的！我在想说，我身怀期待开了一个东西，他妈的，结果是一个。哇！结果是那个什么沙小，哦哦 ，fuck， shit， oh my god， oh fuck， oh shit， oh my god。Holy shit! Fuck! 我操，真低爽！好啦，我拿到了这个新手表，哇，这个手表真低亮。然后又有一个新的步枪蓝图，那就是 Growl 的南瓜制裁者。他妈的，这枪怎么这么难解啊？我应该是台湾第一个人拿到这个蓝图。在这些区域里面不断的开箱，开到一个区域的箱子就马上退掉，再去排下一场。我玩的是夺金模式，你也不用妄想说你山丘收完马上去这边收，你不用想说你可以山丘收完马上去废料区收，或者去从仓库征收，那边早就被人给开箱开完了。哦，真的很爽啊！哇操。来去游戏里面给各位看这把枪的实际外观是如何。OK， 就这玩意儿，就这玩意儿，我的天！啊，它的开镜速度算快，我还以为它配了一个黑杰克枪托开镜会很慢。要不是这把枪符合我的审美观，要不然我铁定不会去解这把枪。哇靠，太难解了吧！我从半夜三点解到早上六点半，跟鬼一样哎。这就是这把枪的配置啊 ，Polo 七黑杰克突击队前握把新纪元枪管战术镭射，拿来打多人是还可以用啊，只不过拿来打战域的话就不是那么好用啊。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啊，真的解这个很爆肝哎，超爆肝的。